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如果您在休斯顿想置业，或者是您在休斯顿有物业想卖出，包括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农场、林场、牧场、公寓、写字楼、酒店等等等等，都可以联系 JJ 休斯顿地产团队。我是 JJ，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看房主题喽。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3500尺的一个房子，之所以我介绍，就是因为我自己又买了一套，我是拿来投资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房子按斤称都划算，3500多尺，起建价格31.5万，很快肯定就涨了，因为所有社区周边的房价都涨了，只有这一期还没有涨。我自己买了一套靠湖边的，我就是想说以后可以拿来出租，如果我爸我妈喜欢，他们来的时候让他们住好了。 See you。然后一进门呢，就是这样子。左手边是一个 dining， 这是个样板间，但是我订的那个样板间这个是一模一样。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特别好。然后右手边是一个 office。Yeah, I told my client I bought one, so yeah, I want to make a video for my client. Oh, thank you.My lot is the best one, right? Yeah. I like it. Yes. 这个 sales 都说我订的这个真是绝了。Oh, yes. 然后再往前走，我们先不去这个大客厅，先来右手边看一下，因为这边是有5个卧室的房子。这个房子高挑厅5个卧室，我买了是湖景，因为我是特别钟爱湖景的一个人。我觉得所有的投资房只要挨着湖就一定涨价。然后再往前走，这边是一个车库，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洗衣房，然后洗衣房的旁边呢，它是一个客人用的一个卧室。这个卧室里边这个床是个 queen 的床，但是这个卧室整体来讲，所有的感觉方正程度，然后所在的位置什么的，我都觉得特好，因为它离主卧很远嘛，我喜欢客卧一定要离主卧远一点。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就来到了漂亮的客厅了。想象一下，这是一个31.5万美金起建的房子，现在在休斯顿还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太少了。同小区其他建商都涨价了，只有这个建商还维持这个 section 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一下子订出去了2套，然后我自己订了一套。这是一个早餐厅。它这个大理石都是原始的大理石，就是不加钱的那种，地板是升级过的，所以如果你买的这个房子没有升级的话，可能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客厅，然后您看这个客厅往这边看，它一直是镂空挑高的，所以这房子户型是很大气的。当时我听到 sales 跟我说31.5万美金的起建价格的时候，我就两眼放光了。然后这边呢就是主卧，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主卧是不是大气，就这房性价比真的特好，它离中国城的距离只有24分钟，然后学区又是7分9分9分，然后地税又比较低，2.9%，物业费也比较低，700块钱一年。它现在样板间所放的这种东西都特别的这个就是普通的那种，完全没有加装的那种，所以你要拿到房子的话会跟这个比较接近，但是地面是加装升级的。你看这边这么宽的位置有一个淋浴间，然后这边是一个马桶间，这房子的感觉真的是很大气。就是我觉得我买这套房子让我爸妈来住，我爸妈会觉得这套房子45-6万，他们肯定会这么想，只要他们不要看到这个视频就行。然后呢，我在多大，这个门呢是可以去院子的门，因为你选的不是这样板间，所以去院子这个门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的，这都是加装升级。看一下这个客厅，这感觉我选在湖边，又选了5个卧室，又选了放映厅，就是能选的我都选了，我估计35万左右拿下，31.5万起建。然后现在我们就去2楼看吧，因为我买了不少房子作为投资贷款买的，这个资金就是慢慢积累，当然有的很便宜的房子我是全款买的。一上楼的右手边就是一个这个客人的卧室，这个卧室的调调颜色
做比较深，所以感觉上比较暗。然后这个洗手间，这是一个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的一个设计，所以呢，这边是马桶间，然后淋浴间，真的实在门间虽然不开灯，然后那另外一边就是另外一个卧室，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卧室都很规整，就这么说吧，我买的这房子有湖景，有高脚厅，有放映厅，有五个卧室，有四个半洗手间，然后价格35万多，那简直是无敌。我以后轻轻松松45万左右卖掉吧，直接出租就行了。现在这就是我们楼上看到的第二个洗手间。这是另外一个卧室，所以楼上有两个洗手间，楼下有两个半洗手间，构成了这样一个四个洗手间的一个构造。楼下有两个洗手间，楼上有两个洗手间，一共四个洗手间的构造，这样就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吧？反正我感觉好，有可能别人感觉不好要喷我了。然后这就是我刚买的那套这套房子。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买的这套房子位置在哪儿吧，我真的是觉得好。看的这个房子是在休斯顿 Rosenberg 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休斯顿的西南方向。我自己买了一套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价格确实比较好，现在我们自己建的房子在这样价格当中也建不出来这样的房子了，所以我对这个房子的这个价位的优势还是非常肯定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这个地方，我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位置，然后后面就是湖，然后这边是一个观望台，然后这边是一个社区的活动中心，它现在已经做成了一个 playground 之类的，都在这边，所以我买了一个蛮中心的位置。当然了，它还有一些位置是可以选的，可以不买这些比较中心的位置，那价格还会再好一点。那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位于很多的一些区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距离。很多人提起 Rosenberg 就觉得 Rosenberg 是西南方向很偏的位置，但是其实最近 Rosenberg 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我也是好久没过来过，然后突然过来一下，我就觉得改观了好多对这个地方的一个印象。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个我画出来的这个区域都是一个住宅的，不是，就是这个商场的这个区域。然后呢，我买的这个房子在这边，然后这个商场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一块，这块所有的比如说星巴克呀，比如说这个 Best Buy 还有各种各样的商场都在这个附近，已经非常非常完善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在其他的就是距什么亚洲城之类的位置。先看一下这个房子距 Chinatown 是什么样的一个距离，到 Chinatown 的距离基本上是23-24分钟的样子就到了，还是很近的。那我们看一下到最近的中国超市，些比较繁华的 mall 或者是 Costco 是什么距离，长城的 Costco 就14分钟的距离就到了，所以它基本上到每个地方的距离都是非常近的。然后我们现在还可以来看一下它离休斯顿最繁华的商场 Galleria，到休斯顿最繁华的商场 Galleria 的距离是28分钟，这就是这个房子在休斯顿的位置。好了，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欢迎联系 Gigi 休斯顿地产团队，我是 Gigi，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